你的热乐给我用，把你的热乐努力的向对眼收，心事你气也是不是先进入到世界的 time to you 里面的生活，把你的热乐给我用，把你的白光都给我用，热是绝对不罢休的，所谓的我是我来的秀。这个云之羽之前热播，现在呢大家还在这个念念不忘。那么这是宫二和宫三两兄弟来到了我们的好六街，我们欢迎程磊和嘉瑞，欢迎。Hello， 大家好，我叫程磊，我在云之羽饰演宫尚爵。听说你们公司主要卖什么的？我们是卖我们报一下我们公司名字吧。Hello， 大家好，我们。哇，前面还有个 Hello 大家好是吧？有点默契，有点默契。这兄弟俩两个人都好紧张，因为他们录节目很少录节目，你知道吗？来了很紧张，互相紧张，互相。陈磊第一次来录这个节目，然后大概是我所有的同事都托我照顾他，然后还有我好多艺人朋友也托我照顾他，至少有五六个人托我照顾他。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有任何问题都找我。然后田嘉瑞，没想到我跟他认识两三年，他本人托我照顾他。行行啊，你们两个今天就有吃啥喝啥都问我啊。来吧，想好了吗？来准备啊，你们的公司叫做 Hello 大家好，我们的公司是花卉兄弟公司。该不会主要是卖白杜鹃吧？你猜对了，非常精准。对，小心！哎呀，他们真的有哎！是啊，满满当当的。别掉了，没掉吧？哇，各位老师都好仁慈啊！我想知道他们的包为什么那么鼓？他们就是补充血糖用的，补充血糖。拿了很多股份的周边，再也不怕低血糖。这个你会吧？这是什么啊？什么歌啊？叫？最炫民族风。哎呀，我不会唱。啊，快，这个可以，必抢。这首歌叫啥？最炫民族。来呀！啥时候开始抢？啥时候开始？开始。不对。啊，来这边来。你来。你最炫民族风。你唱啊！你不说你会，快。火辣辣的歌要是我们的几代，要唱就我们一起要唱就要。错了，回答错误。开始。好，来第二组。想见你。几个想见你？对，想。OK， 该你了。我念吧啊，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不对，请唱在他本来的调上，多少给对手点提示。我们答不上来都是被他们影响的。那我念吧，最难解的谜，你是否和我一样也在等待？什么？我愿意。首先歌名就没对，哥哥还在提醒弟弟几个想见你啊，弟弟说好几个呢。来继续抢答，真的没对啊。来，想见你。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我不唱了好吧，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再等待一句我愿意，对吗？律师，我们要听唱的。我唱。好，哪怕你唱成刚才那样，我们也忍受了。OK。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我唱就不会了。我愿意等待一句我愿意。你还剩个 key 呢。怎么说呢，这个答对了说的我好艰难，对，只能送你们俩卧龙凤雏，真的。好，回答正确。这哪一个歌呀？对，好，我们一起吧。好，一二，好，我们一起吧。好，一二。好，他们受到的是电击惩罚。啊！哇！你应该对这边啊！抱歉，还托我照顾你们俩。你的朋友们都白托付了，是不是？重点是瑞瑞要按的时候，抬头看到了老秦盯着他按着一。他
他好诚恳地看着我。我在这里通知陈磊的同事，我不再照顾他了。哥，能按吗？我不敢相信那两个人眼神对视。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起我的向往，温柔的寒霜。于是可以。这叫什么那个？那个，哎，歌名，那个什么？消愁。你会吗？开始。好，来来来，第二组。开始。好，来来来，第二组。消愁。天地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回答正确，回答正确。你们俩唱歌的区别好大哦。那你刚刚让他唱什么呢？我不会呀。我跳一个，你跳一个，然后咱俩猜拳吧。行，我。OK， 一二三 ，OK， 来，就这俩人还意见不统一，还有石头剪刀布。一二三，我们是幸存者。呜，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本来挑的还是迪哥。来，程磊来一个。来，程磊来一个。我可以说歌名，我可以说歌名。你不，你来一个，你唱一个。不不不，比谁唱的好，现在是。来，加油，程磊来。让大家欣赏一下哥哥的歌声啊！对对对对，哥哥的歌声，来来来。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不容易，不容易。好好好，没想到还行，好失望。该说不说这句话可以我们来说。兄弟，我一分都没有，是不是可以让给我一分？给我一分行吗？好，下面到第一名的程磊和田嘉瑞，挑两个，你们可以挑两个，挑两个，就选他们，还有机会。这是一二三，一二三无力选呀。不选，我选一号，一号，好，还有呢？五号，五号是不是？那我能换吗，何老师？可以换，可以换。我换二号。哎，我选三号。你俩真漂浮不定。公二公三。哦，公二公三是不是？你打开弟弟的，弟弟打开哥哥的。来吧。完了完了。程磊的那个是26个。哇！气痛死了。耶。你人怪好的。哇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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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练一下，你练一下。我练这个。盾也得拿，弟弟。人家练的是这个，你为什么练的是这个？对对对对。你试试这只手呢？你试试这只手呢？对。对你这只手呢？对啊，你手长啊，没关系。好，现在我们要准备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先攻。石头剪刀布。加油啊！好，林云先攻。好，开始。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光。哇。三二一，看这边。光。哇。看这边。哇。这个好厉害，挡也挡了，泼也泼到了。为什么没有挡脸还输呢？没事，没事，没事。现在是程磊记一分，好，零一继续进攻。开始吗？开始，开始，加油！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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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棒！三二一，看这边！棒棒棒！棒棒棒！在干嘛？在干嘛？我没找你。泽林，有没有刚才这一段发生了卡顿？对，好卡，好卡。因为他们每玩一局，浩存都会拿一个东西。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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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泼泼！哎呀！浩存泼那一下，我以为他被电击了。好，可以可以的，现在双方平局，1-1平，然后程磊进攻。OK， 来做好准备啊！
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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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漂亮！哇！看这边，漂亮！哇！看这边，哇！这一把中了。怎么捡的呢？有可能是输了的苦涩吧。可能是我的泪水。可能是你的泪水，有可能。二比一，二比一，现在零一进攻。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漂亮！哇！好嘞！看这边。漂亮！哇！好嘞！看这边。漂亮！哦哟！漂亮，终于破住了。我怎么老是？我们瑞瑞可能主打的还是进攻，耗存的速度上来了，朋友们。对对对对对。下次如果水泼我，你也不用举了，你直接对不起哥就好了，好吗？好吗？不用不用去做这个手势。耗存已经算慢的了，瑞瑞更慢。二平啊，二平，二平，二平，来，现在程磊进攻，程磊进攻。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一看这边，哇！三一看这边，哇！进攻进攻！瑞瑞刚才心里有一句话，来都来了，总得意思意思。你刚才那一下很烦人呢，那一下真的很烦人，以为这集播完了，后面还有一股劲儿。好，但不管怎么样，程磊拿回一分，现在场上比分三比二。现在零一进攻，零一进攻，程磊领先。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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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慢了，慢了，慢了！已经是最快的，已经是最快的了。最快真的很快了，但是还是他们积一分，现在是四比二，现在四比二，马上就赢了，马上就赢了。但是零一抓住这个赛点就有机会，现在是零一进攻。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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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三二一，看这边。哇！三二一，看这边。好，程磊和田嘉瑞获胜，恭喜！好像看了四次左边零一，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因为我俩是零分和一分，我俩就在那使劲干扰他们。对啊对啊对啊。我有种不是特别好的预感。咋了？为什么？不然我会被他打。你感觉你要被打？你要被打的话没关系啊，你是零分，随便去做。兄弟，我是大局为重，大局为重。分数分配完了之后就可以坐下来。好，来准备啊。嗯，好。对，你们要转桃转八圈。记住刚才制胜的位置了吗，迪哥？来准备，来准备转八圈。开始转啊，你们自己转。来，预备开始。一、二、二、三、四，小心那个对。五，哦耶！我天，还有三圈，六，好，七，七，最后一圈，好，好，可以了，好，八，好，巨晕，
好，第一次没有成功。好，不要不要慌，不要慌，现在还有两次，还有两次机会。没人，太嚣张了，这谁？是不是你？还有一次机会。谁这么嚣张？我这。吓你一跳！零分。好 ，OK 啊，好，来，现在大家已经坐好了。首先是转八圈，来准备开始，保持平衡，一，啊，三，四，五，六，七，好，可以了，八 ，OK， 好，来。远了，你在这儿呢吧？你在这儿呢吧？拍手是不是？哎，老师，这里把他控制一下。哎，我们这里面都有谁来？小丁儿，小丁儿，那是小桌儿。小丁儿，小丁儿，哎，我刚刚哎，我一直找不着了哈。击击中，哇！哎，打中了，算打中。哦，好，来，你挑战已经结束了，你打到了，祝贺你，祝贺你，积一分，恭喜！你刚才第一把的时候，直直的对着瑞瑞这样，啊，是我这样指了，对对，你知道多好笑吗？他想吸引你注意力，然后他就这样，可是他不会打响指，他没有发出一点声。弄错鞋，好，我指着你了没有？没，两次都没。我说了，你指的桌子，小桌吗？小桌，第二指的这儿，对对。好，恭喜，积一分。让我测一下。哦 ，OK， 我大概已经知道。哎呀呀，哎呀，选这个了，是不是？十八个。一二。咱们现在一无所有了，第二
好，下面到第一名的程磊和田嘉瑞，来吧。抽这组，第一组是吗？我抽四号。一号吧，一号和四号。好，好，请亮。一，你人怪好的。里外里还赔一个，祝贺你们得到了多一个的股份币。首先要进攻的是宫二、宫三兄弟，来，程磊和田嘉瑞。那个，对，拿一个气球。兄弟，哥三十了。知道了，哥，我知道。这是水吗？水。You what? OK， 好，直接就是赢他们吗？对。没有了，再拿一个，没了。先别慌，你这啥都没开始，这也太明显了，你这个水球没了。你们这个状态还追人吗？还要抓这个不算，就这状态，这个好累人的。我知道了，摔倒，我不能了。捏他们对吧？你捏谁都行，捏谁都行，不一定。你不用跟我商量，你觉得你能赢谁吗？老秦还一次都没跑过呢。不要暗示，哎，别暗示啊。啊，泽林的意思是老秦现在体力好，你不要惹体力好的。哪个？哎，我们还有一期呢。就中间那个。哎，我们还得录一期呢。哇！走，快跑！走，走啊！走啊！走，快跑！走，快跑！哇哇哇！有机会，有机会！哇，羊皮在飞哎！哇！来了，好快，跑得好快，来好快！哇！逮着了！逮着了，逮着就算了。秦哪？这哪来的愤怒？祝贺杨迪和秦霄贤积分，玩吧，玩了哥，怎么为什么那么快？你们，你们惹他们干什么？让你们别惹我们。好，现在那个程磊和瑞瑞坐一下，换老七和迪哥进攻。好，换好，你们坐好，没准他们俩还会搞你们俩。对，先坐好。让我照顾你，感受到了爱意，感受到了爱意。要不直接开始爬吧。Come on！ 哎呀，有机会，快冲啊！好狼狈，还有一圈。不是，他们俩打起来了。哎，你们再努力就会被他们追上了。为什么在这里啊？我不知道。我要抓你们，老弟，我要抓你们。搞反了，不是你们追他们。还差一圈，还差一圈，那他们应该逃脱成功了。对，祝贺黄子韬和王和润逃脱成功。好，那个程磊和瑞瑞休息一下，你们就近坐。那么祝贺程磊成为了好六集团新任的董事长，恭喜。与此同时，程磊和田嘉瑞可以决定剩下的四队当中哪三队进入到密闭空间接受气球惩罚。我觉得新来的朋友都进去得了，我们老在里面，真的不开玩笑，我好累。他们照顾一下我，照顾一下我。抓我们抓了多狼狈。对，迪哥必须去。好，迪哥必须去。子队先请进，子队来，请进。
掀起你的改动。也再一次谢谢程磊和田嘉瑞来到我们的好六街，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云之羽。